我看到这个铁皮屋就很有回忆。其实我是很热爱骑马这个运动的，那自己其实一直都有想要回去重拾这个热情。对，爸爸，你舒服了？先这样子，我好像蛮会收这些有的没的。哇，好大啊！哇，很帅，会骑马的人都很帅。明晚8点到10点 ，TVBS 42台《全明星观察》中。